飞机的一个场地，然后我直接。我还带着阿姨们玩，我去玩，阿姨们不在我后面，把它挖坏就算了，还带阿姨们去玩。卡是吧？网络有点卡是吧？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，有点有点卡是吧？卡，网辉络，哥，你那里？啊，我这有点儿卡是吧？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，对。现在不卡了吧？叔叔还给姐妹，现在还卡吧？不卡。现在还卡吗？嗯，不卡了。我看看你的眼睛。哦，眼睛挺大的，我看眼睛里面有没有我看一下。哦，有我，你的眼珠里面有我，我看到自己了。有你，你看。哦，你的没有我。哦，这有点吓人哎，这。还戴那个美瞳，我天呐，他我服了他，他再见了面还这样子。有夫妻相是吧，叔叔一个姐妹，有夫妻相就好啊。来，过来，哇，有夫妻相呀，哇，么的，居然说我们两个有夫妻相，天呐，我太高兴了，哈哈。不哇，是你你，是你姐姐，我说的是你姐姐。哇，配上帅气的阿伟哥，简直就是绝了。阿紫啊，我想见你了。哎，那就这样吧，我跟我们两个玩一把游戏好不好？然后我输了，我就去下面找你，你输了就你来上面找我呗。真的吗？啊，我你输了，但是我输了，我就坐什么车去呢？我输了，我自己打车去。是吧？嗯。这样子嘛，我这样子，我输了。你打车去，我是不会让你出去的。我这样子，阿紫。啊。我输了，我上来找你玩。你输了，你给我表白吧。也行。这样好一点，不然的话，那两个惩罚都一样了。你反正都是你找我，我找你，都一样了嘛。阿伟哥，没事，他输了，他输了的话，我就给你表白啊。你放心吧，阿姨们会给你表白的哟。啊，怎么输了就给我表白啊？我输了就我上来，现在上来找你们玩，好吧？好。然后你把阿姨们支开，我们两个单独玩啊。好，好，你把我当哈包了吗？是不是？来，来，嗯，三局两胜吗？嗯，好，闭麦吗？你要重新连过来呀。啊，我哥的离子电灯泡是吧？电灯泡，对，我觉得也是电灯泡。阿伟哥，你要重新连过来，他不是 PK 的。哦。电灯泡，对，我觉得也是电灯泡。电灯泡。来，三局一胜。对，游戏规则啊，不能耍赖。OK。好。输了，好好的给我表白啊，把你的心里话全部说出来啊，再不机会了，知道不？阿伟哥，没事的啊，我会给你表白的，你不用担心啊。No, no, no. 来开始吧，阿伟哥。来闭麦。来，叔叔阿姨姐妹，直播间3000个人了，马上3000人了，2700多个人了，2800了，马上3000人了。咱们让阿子墨给我表白好不好？说实话，我跟他表白被他拒绝过，但是他还没有给我表白过啊。今天晚上让他给我表白一下，好吧？对吧？我也想有一项，我也想找一下存在感，是不是？不然你说哪有只有女的跟男的，哪有只有男的跟女的表白的吗？是不是？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也可以让女的跟男的表白，好不好？来，感谢欢迎我吉哥，来，叔叔阿哥姐妹，直播间马上3000人了，2700多个人，马上3000人了。艾伟支持你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咱们全力以赴的团结啊，团结就是力量，一人一杯啤酒，好吧？加油！感谢，来加油！帅哥姐妹，感谢送来的灯棒，谢谢，感谢黄总送来的啤酒，感谢玛丽走走，谢谢，感谢小燕子加入粉丝团，来，咱们让阿子墨跟我们表白好不好？团结就是力量，小啤酒走起来！直播间有没有神秘的大哥大姐？咱们团结就是力量，好不好？
加油，加加油！感谢诱惑哥哥送来的啤酒，谢谢。感谢阿燕，谢谢，感谢维尼，谢谢，加油来！啊，我说他说了，让他给我表白哦，表白之后呢，我等一下亲自去找他哦。他移了的话，我还是来上来找他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说了的话，我也上来找他嘛，去找阿子墨玩，然后呢，我让他亲自给我表白，好不好？加加油来，蔬菜哥姐妹。今天晚上哦，你们也知道我平时也不打 PK 的哦，今天晚上给阿子墨玩一把游戏，哇，这谁来了？感谢我的女神，感谢我的雨姬啊、哦，欢迎我的雨姬再次来到直播间，感谢送的礼物，谢谢。加油！我让阿子墨给我表白，好吧？因为跟他认识这么几个月了，三四五个月了，他也从来没有给我表白过啊。今天晚上我想听听他的真心话，给我表白一下，好不好？找一下存在感，好不好？找一下存在感，来，加油，叔叔阿哥姐妹，加加油！来，最后两分钟，咱们直播间2800多个人，马上3000人了，咱们瞄准公屏上受特效的点关注，好吧？只要是受特效的，咱们瞄准点关注，好吧？加加油来，加油！欢迎我大哥，感谢我于姐，感谢诱惑哥哥送了啤酒来，团结就是力量，一人一杯啤酒，团结起来，好不好？直播间3000多个人，瞄准公屏上受特效的点关注，好吧？对面的上来了，对面上来了，咱们这边团结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谢吉哥，谢谢，来加加油，感谢送了啤酒。感谢塑料的灯霸，谢谢，谢谢塑料灯霸，谢谢。哇，这感谢我吉祥哥塑料的热气球，来瞄准我们吉哥点点关注，给我们百亿吉哥点点关注，来感谢吉哥塑料的热气球，谢谢，特别感谢，特别感谢好哥哥的支持啊、哦，非常感谢。阿伟在远方，特别感谢你们啊、哦！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都还年轻，对吧？有机会的话，到时候我到大城市里面去，或者你们来到这些大凉山这些地方，我们就一起玩，好不好？你看平时这么支持我的叔叔阿哥姐妹啊、反正阿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，但是我放在心里啊、哦。对面900多分了，来加加油，叔叔阿哥姐妹，只差一点点了，加加油！咱们这边团结一下，最后40秒，好不好？团结就是力量，最后40秒。咱们团结一下好不好，加加油，最后40秒偷一下塔，能不能打个3000飞出来，3000飞，现在1600飞了，能不能打个3000飞出来，帅哥姐妹，加加油，直播间2800多个人，来撸他，安排他，感谢塑料的灯霸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，来，最后只有20秒了，来加加油，加油。来，后面的拉拉队，咱们加加油，好吧？加油，最后10秒钟，来，能不能偷个塔？最后10秒钟，不要被对面偷塔了，咱们守住塔，好不好？加加油！哇，感谢我们的老哥送来的这个5星红旗哦，感谢感谢感谢老娃哥哦，感谢老哥，谢谢谢谢送来的这个5星红旗，谢谢，一了阿伟哥。移了吗？我移了还是输了？来，公屏上打出来，我移了还是输了？移了没有？非常感谢啊、哦，非常感谢总，咱们家把一啊、哦，吉哥，还有把二，我们家雨姐啊、哦，也是我的一个好姐姐啊、哦，特别支持安慰的啊、哦，非常感谢。然后还有把三啊、哦，谢谢，谢谢咱们家把一、把二、把三的大力支持，还有后面的拉拉队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啊、把三是我们的老王啊。哦，谢谢谢谢，你们家叔叔阿姨们不行，干不赢我。我们家叔叔阿姨们还在后面呢。啊，还在后面。我移了一把了啊、哦。啊。来，从年来，我移了一把了。好。平时我对你心软，但是 PK 的话，我还是对你狠的。这个游戏嘛，对吧？游戏规则，愿赌服输，是不是？叔叔阿姨们。来闭麦，来闭麦，来帅哥姐妹加油好不好？我们还有机会。
你是否还会见过我，我最亲爱的朋友啊，加油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咱们加加油好不好？来，我看，感谢送啤酒，谢谢直播间2800多个人，公屏上秒嘴，公屏上送礼物的，送特效的，点点关注，好吧？对，八尾加加油，让阿子们给我表白，好不好？让阿子们给我表白，一起加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叔叔阿姨姐妹，咱们一起加加油，好吧？给公屏上送礼物的点点关注，谢谢，感谢 BB 啊，谢谢，感谢阿叶，谢谢。来，小礼物走起来。感谢憨憨笑，谢谢。加油，感谢啊，感谢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主播，谢谢。对，没有关注一下的关注一下阿伟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啊。然后给咱们家把一把二把三点点关注，哇，这甩了，感谢我们家的姐姐啊送来的这个五星红旗，五星，谢谢。来加加油，蔬菜哥姐妹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好吧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谢谢。加油，来刷一个几分，加油！哇，这感谢我吉哥，感谢我吉祥哥送来的这个灯牌，谢谢！感谢我吉哥送来的灯牌啊，那灯牌，谢谢谢谢！哎呀，这气质到位啊！这感谢吉哥啊！我跟你们讲，吉哥是一个威武霸气的男人啊，走路带风，气质杆杆的啊！他是人狠话不多啊！我给吉哥回个关注啊，这是我的大号，对。这是我的大号，我用这个我们20多万粉丝的给吉哥回个关注，对，还有我们的把二，对，还有把二于姐回个关注，还有我们的把三老哥啊，给老哥回个关注，来啊，咱们把一把二把三我都点关注了，我用我自己的号，这个20多万的号给咱们就把一把二把三点个关注，我相信他们是不是为了个粉丝涨个粉丝，知道吧？他们是来支持阿伟。但是呢，值得我们关注，好吧？是下一个姐妹，咱们给咱们家把一把二把三点点关注啊，特别的气质啊，特别的气质。来给把一把二把三点点关注，是下一个姐妹，来加油，搞起来，加油，加油！来加加油，正能量。对，这能量加油，来帅哥姐妹加加油，这把咱们赢了就让阿子们给我表白，好吧，那怎么给我表白，还有1分钟50秒，这把赢了就让他给我们表白，好吧，加油，来帅哥姐妹加油，感谢把一把二把三，小王那个充电宝呢，充一下电，我看那个线拉得过来吧，那个线先拉得过来就插那个，先抽那个。来加油，帅哥姐妹加油！来撕杯吧，是吧？哇，感谢我天道哥哥送来的爱心，谢谢，非常感谢我们天道哥哥啊、哦！好久不见，天道哥哥，感谢你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来，咱们加加油，好吧？帅哥姐妹，最后1分钟了，不要被对面偷塔了。咱们这把赢了，就让阿紫给我们说心里话，好吧？让他给我表白。因为阿紫也没有给我表白过，然后让他给我表白一下，好吧？最后只有50秒了，来，帅哥姐妹，咱们能不能加加油？能不能加加油？来，最后50秒，来，能不能偷个塔？不要被对面偷塔了，咱们赢了就给他表白哦，让他给我表白，好吧？最后50秒，来，加加油，帅哥姐妹，加油，加加油，好不好？让阿紫墨，他也没有给我表白过，今天晚上让他第一次给我表白，来，直播间。将近3000个人，咱们给送礼物的点点关注，好吧？给公屏上送礼物的点点关注。最后20秒了，来，最后20秒了，加油！感谢帅啤酒，谢谢，感谢维基哥啊、哦！来，加油，帅哥姐妹！最后15秒，能不能偷个塔？不要被对面偷塔了，咱们能不能打个2000分出来啊？我的天哪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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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移了没有？移了是吧？移了没有？公屏上打出来，来，移了没有？
看来是叔叔阿姨跟姐姐们都喜欢看，让阿姊们给我表白是吧？让他给我表白，非常感谢，把一把二把三啊，他从来没有给我表白过啊，第一次，对，第一次给我表白，我看一下啊，表白，哎呀，我来，哎，你不要抢，我干嘛呢？这刚才都说了，他输了的话，我就给你表白。什么？你给我表白？你好好的说哦，我可没有跟你玩哦。我来，阿伟哥。拿来，我来。你们两个到底谁来嘛？哎，我来。哎、阿伟哥，我跟你讲，我太喜欢你了，知道吧？哎、我不想听、哦，我不想听。我跟你讲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虽然那个时候很讨厌你、哎，但是我现在很喜欢你，非常的喜欢你，我太爱你了。阿姨是猪八戒。拿来，水质拿来。哦。我给你。阿姨是猪八戒。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就在这里。啊。阿伟哥，真的，我是真的真心的，知道吧？我可是珍惜的，阿姨们可是珍惜的哦，我是珍惜带你的，我肚子好疼，我肚子好疼，我快点，让嘴巴坐，让嘴巴坐，快点，不是吧？快点，你干什么嘛啊你？我去上厕所了，我的天哪！哈哈哈哈哈！他肚子痛，他就把水汁扔给我了。那个。你在哪里啊，阿子？我刚刚在上面来除草了。除完了没有吗？没有除完，刚刚阿姨们我们两个在这里吃喝玩乐，没有除完。这天都黑了呀，这。对呀、啊。天都黑了还要除草，这。对呀、啊。赶紧回家吧！你看这在外面多危险啊！这黑不溜秋的，这看都看不到。好。你看这山上什么都有的，你不要乱在山上跑，知道吧？嗯。你看那什么东西在叫啊？好像就在这里。听到了没有？什么东西啊？这，你这大晚上的就不要在山上画了，你就赶紧回去吧，赶紧啊。好。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叫。你到家了再给我表白吧，还是现在表白吧？现在表白来。啊，真的表白啊？难道还有假的吗？我都跟你表白过了呀，上一次。那不一样，那昨天吃饭，今天还得吃饭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表白。